我飞升在即，你来继承凤凰之位吧。可我这才苏醒，这是不是太快了些？我这刚一苏醒，您就着急的赶了回来，想问什么，您便问吧。我向来不喜琢磨别人私事，你想说便说，我可不会逼你说。 当年降世之时，被大泽山的古镜仙君所毁，仙元散尽于天地，其中一分仙元落到了幽冥剑力劫，想来可能是火风涅槃的本能使然，这千年里每一世的记忆都保留完整。最后一世，我跳入了渡劫池，仙元回归梧桐岛。 就此涅槃苏醒，这神仙下凡渡劫不算少数，却未见过这么个渡法。这哪里是渡劫啊？分明是变着花的淬炼心智。怪不得短短千年，你的性子就成了这副样子。历世千载，人生百态，世间尊位，也算都尝过了。如今这性子。 虽然是寡淡些，不过，倒也省去了日后月事历练，给您添麻烦。这人间历劫，只能淬炼仙元，你这一身半神之力究竟从何而来？何况你晋升神位，竟未降下雷劫，这也是闻所未闻呐。晋升也并非得是雷劫，或许，在我历劫之时。 就已经历过了呢。方才是与师尊说笑，其实我这一生的神力，我也不知为何，可能就因为我运气好。也罢，我飞升在即。 你来继承凤凰之位吧。可我这才苏醒，这是不是太快了些？快什么？要不是你一直睡着，我早就飞升了。这如今也是拖不得了。